市区重建局推出位于德明路的一幅住宅地段供招标，这是今年上半年政府售地计划的地段之一。这幅99年地契的地段呢，预计可建造1040个住宅单位。观察人士表示，最终的标价可能超过10亿元。位于德明路的这块地段大约3.5个足球场大。分析师认为，因为这幅地段靠近多所学校和地铁站，再加上离市区不远，对发展商有一定的吸引力。这一块地段非常靠近市区，而且周边的设施非常完善，有学校啊、熟食中心，还有其他设施，所以说它会吸引到一定的竞争，就是发展商会相对的对这个地段的这个投标会相当激烈。另一名分析师则认为，作为一个可以新建超过1000个单位的大型项目，或许也会让有意者三思而后行。The number one reason why they will be a bit cautious is because of the additional buyer stamp duty, which they need to pay to the government should they fail to sell the last remaining unit.In the whole project itself. 德明路地段的竞标活动将在6月2号中午12点截止。